他就这个脾气没办法，他跟我说的，他一会儿就要给你打电话，你就说不要说是高压，反正就说不能做，他站在边上你叫我怎么办吧？我说你我接你电话还疼的呀，我在想我疼的呀，我没说是不能啊，他站在边上我就叫他来。 我要用，喂，老张呢？是啥事都灵的，最近你那个过去给那瑜伽布施来了呢？吃啥子？那这么近的地过，不是老干，我那包那包那包要过过去给来了过那瑜伽，就是那锅给来了那也是锅，是不是上次个子里几天走的呀？哎，我叫，啊，哎，都是不是上次还走的？那后头吹到这把么？这是瑜伽项目了，不能来了给项目。那啥呀啥事都灵了，有就把壶预定了，这下是上次这里有预定的嘛，知道吧？啊，嗯，可以了，确实是。 老板说了，好做为止，他是好做为止。那当然了，不能好做。哎，后头你们也好好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呀，我要发誓不可能不行的嘛。我现在搞的实事哦。嗯。